嗨，大家早。可能大家很好奇，怎么大家早啊？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怎么今天这么早？昨天下了一场大雨，对不对？吉隆坡各处都塞车，然后你都知道，我们吉隆坡最常见一下雨是什么状况？大淹水，所以我昨天回来的路上，其实有几个地段是淹水了。所以可能相信这时间大家还在睡觉，因为天气凉凉的，很好睡，对不对？然后加上今天又是星期天，不过没事，无论星期天哪一个天，我都是这么早起床。可能大家很好奇，怎么这样早起来干什么？当然是跑步我的心脏啦！大家有没有被我的课题所吸引进来？睡醒的时候手脚麻木怎么办？如果有这状况的人呢，可以看完我的这个 video 过后呢，在我底下留言，然后我会告诉你，教你如何强身健体。当然，这是其中我一个秘密武器，这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喝的 Befeel。OK，现在呢，我就展示给大家我是怎么喝的，好不好？OK，就是这一杯水了。哎呀，看不到哎，没事，我就这样子剪开。其实它是一个粉状的，一包营养品，然后里头是含有那个芹菜根、红番石的萃取物，OK，然后再来这个红石榴。然后最主要里头还有一个叫做 L-arginine，就是左旋精氨酸。对，它穿起来就是这样的颜色，其实就是像番茄的颜色，红色的。所以我其实通常就放进一个 shaker，然后就这样子摇晃，摇晃一个大概一个20来下就能够很快均匀。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需要快速，我喝了我就快快的出门上班。当然我今天不必快，不过我跟大家做完这个 live 之后呢。我要去做运动，所以也是要快。那时间快了，要争取时间啦，因为毕竟早上的太阳是最好的嘛。大家是不是知道，10点之前晒太阳，对我们身体，我们的维他命 D 摄取是最好的。因为维他命 D 是不能够用吃来的，要用晒太阳的。那就这样子，只需要只融入一个200克里头的这个开水，隔夜的开水都行。那我先喝喽。因为喝的速度是慢慢的嘛，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沉淀。嗨，青也很早，对对对，很好喝，就这样喝完了。大家会不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七早八早，我空腹哦，我还没吃任何东西，我就喝 Befeel。就像我的题目，大家应该被我吸引进来吧？大家有没有睡醒就是手脚麻木的？其实这是一个身体打来的电话，它就是告诉你某一处手脚某一处地方你麻木哪里，就是你哪一个血管不通哦，因为不通气血不通，你才会麻。哦，气血通的话，气血不通有一些地方就是木了，整个人就是 freeze。那 freeze 意思是这个地方有知觉，过后会怎么样？大家应该都懂哦。这些常识大家都知道，只是说没有人知道要有什么方法，最好的方法来，不是说快速，因为毕竟身体的健康出现这样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因为你昨天吃了什么，你今天造成，不是，是长年累月哦，你折磨你的身体，因为我们每年纪大一岁，其实我们在庆祝生日、大一岁吹蛋糕的时候很高兴，对不对？其实我们的血管也是在老一岁。那血管老一岁的时候，其实那个疏通能量哦，也阻塞过1%。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医生也不会告诉你的问题。当然，医生他说：“来吧，来吧，你有高血压，你就来吃降血压的药。”当然，下一个课题，我再安排一天时间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要吃降血压的药。哦，真的对我们血管是一个折磨。不过当然，今天我想通过，因为说告诉大家，
哎，对，基因可以温水，就不用太温了，就普通室内的温度都 OK 就可以泡了。就比如说隔夜的哦，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喝鸳鸯水嘛，就是喝一些掺一些温水喝了，我都是喝空腹喝了一杯温水，哦，温温的，然后再来喝一杯就是普通昨天隔夜的那种白开水就行了。Hi, morning, May. Also, May, actually, I'm sharing about the review. Sharing about review. Later, I will share in English lah about all the article. Then you will know. So, 其实呢，今天我喝完了这一包呢，对我的心脏、对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帮助？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好的，好的。可能大家那一天也很好奇，说，哎，Amanda，为什么突然间把你齐腰的长发突然间一线就这样子剪得那么短？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剪，你知道吗？因为哦，发质很好，我不是在夸我自己，其实是真的。理发师都说，你就这样剪得很可惜。然后我把它绑着来剪，大家知道为什么剪头发就剪了吗？为什么绑着一束来剪？因为哦，我把它捐去一个癌症团体吧，一个制造假发要送给癌症病患者穿戴的，因为发质好嘛。大家可能会好奇，哎，头发留得那么长，发质怎么好？Refill 的功劳，Refill 也是功劳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就当然从血管、微血管，我们如果疏通的话，你想象一下，头发需要的营养应该也很多。头发如果营养不良，然后输送不好的话，来到不到头顶的话，甚至有些人会脱发啊，会有白发啊，甚至是头发开叉、头发干燥，是不是都有这个状况？Refill 打通了我的心脑血管，所以我所吃的一些。食物的营养都很顺畅的，能够输送到我的大脑脑部，然后让我的头发也很快的吸收，所以到我头发齐腰都好都没有开叉哦，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做护理的，哦，大家可能很羡慕我，对不对？不要羡慕我，投资一套这个 Befeel 给自己。其实我今天为什么也通过这个来，因为在今天下午2点之前，大家如果打电话给我或者是私信我。我们 BE 这个 Befeel 的这个 Health Seminar 有一个特别的配套，有一个 offer，就是凡买八盒八加一，就是八盒的这个 Befeel 再送一盒的 Befeel，当然还有附送多一盒营养代餐。糟糕，我的营养代餐其实被我装了这个，这是我通常会外出的时候会外带的一个装备，一个 shaker 跟一包 Slender's Milk，当然不止一包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代餐，但是这营养代餐通常都是会，不是因为减肥而吃哦，哦，我不是因为减肥而吃，我相信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都不肥，啊，你干嘛还要减肥？那对那些肥胖还没有减下来的人，不是一个很讽刺？其实不是，我是爱上它的里头的营养，里头因为有25种谷粮，好，没事，这我再找一天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要。带着这随身携带，带着这样东西出门，好不好？外带。其实今天我是要告诉大家 Befeel 啦。好，拉回话题，好像又被扯远了。OK，其实这个 Befeel 呢，是 BE 跟我们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然后 Dr. Phil Murray，然后一起研发的这个专利销售权。OK，它是100%进口来自美国，然后它含有很高的一氧化氮啊，可以帮助我们清理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血栓、血脂、血斑。所以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什么是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其实就是我们的血管里头清道夫。那大家可能很奇怪啊，血管需要清道夫吗？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洗刷我们的水沟沟渠？甚至是我们常常饮用的一些杯啊、罐子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塑料罐也好、玻璃罐也好，我们在吃了过后，如果你长期不用刷子进去里头刷的话，你试试看，大家做一个试验，如果说我说的错的话，过后你可以来回答，来，在我群里，大家做一个试验，把这个瓶子每天装了水倒掉，装了水倒掉，好不好？连续7天，然后呢，你打开，然后在你的手在里头这样轻轻的抹一抹，然后这样子搓一搓，然后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当然，这个测验我自己也做过了，就是也不必，就直接家里有些一些瓶瓶罐罐，如果每天没有刷洗的话，你会发现里头有一层黏黏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细菌的滋生啊，就是垢，OK？但是我们血管每天都有血在流量啊，那血里头都会有杂物，都有毒素。那如果说消化系统不好、新陈代谢不好的人，少运动、吃得不健康、忙碌、工作压力，这一些都会无形的造成我们的血脂产生，甚至血栓，造成堵塞我们的血管。所以为什么常常会有人说，为什么每天到我睡醒的时候手脚麻木？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体打来的电话，就是告诉你，你的血管在某一处，你麻木的地方，其实是已经有开始阻塞。OK，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讯号，告诉你，主人，你的这些麻木的地方，我的血送不过去哦。当然，有些人是觉得，哎呦，很简单嘛，我就起来做甩手工，或是做运动嘛。问题是有多少个人起床就做这个运动呢？我相信在线上的，如果是10个人，我相信也不到2个人，很少很少，真的很少。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生活在这么忙碌的地方啊，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心脑血管？当然是通过我们的 BeFu 啦。当然，我一再强调，我是通过 BeFu 的话，大家很好奇，那里头有什么这么特别的东西，对不对？其实里头的，我刚才说过嘛，里头有红番茄的萃取物，然后血流量。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血流量通畅，当然了，就是维持我们的血小板哦的凝血功能，促进并维持健康的血流率。哇哦，血流率要正常不简单哦。然后帮助我们的调节我们的血压，可能大家很好奇怎么样子调血压，当然这就是放番茄的神奇之处了。当然里头还有就是 CoQ10 哦，我们的心脏的燃料哦，心脏其实它是增加我们的心脏肌肉的燃动力。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心脏其实也要食物。我们心脏每天从我们六个星期在妈妈肚子里头，心脏就开始工作，然后就这样子梆梆梆梆到我们两早生殖的时候，它就停止工作。然后那时候，其实那阶段是完全没有停过。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人都需要吃食物来维持健康。那心脏还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饮料、最好的燃料给它？那就是我们的 CoQ10，所以它是调节我们的心肌收缩力，促进我们心脏功能。OK，它不会那么累。哦，你吃了这个含有 CoQ10 的这食物，它会帮忙哦，让它比较不会那么的劳累的去操作。当然，所谓的芹菜跟红石榴嘛，它是一个很高效的抗氧。跟抗自由基哦，然后促进我们的 NO 的合成和提升化物性。当然啦，最重要还是抑制坏胆固醇的氧化哦，当然保护我们的血管啦、内皮组织啊，抑制我们的血管受损。其实这个都是很奥妙，很奥妙，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血管是围绕我们地球2周半哦。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么容易、那么的轻易的让我们身体吸收？真的不多，当然可能有些人是说啊，我就吃以上这些食物就好了。不，问题是你吃的量，因为毕竟 BeFu 是通过医疗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菲瑞姆瑞来研发，它是100%的纯药制度的那一种提炼哦，所以这一包就轻而易举的可以提高99%，然后可以让我们身体来吸收的。所以当然我们如果单单外自己单一这样子吸取的话，你的量要超多超多的。至于是多少量，我就不确定，因为我发现这个是最好的，我一包就能够给我心脏有一个这么好的养料，我何必去那么麻烦，对不对？然后加上现在的生活关系，造成我没有办法。我相信不止我，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没有办法可以那么好，那么多时间的去照顾自己身体。哦，我有通过一些辅助品，当然我发现 BeFu 是一个超棒的东西。好啦，今天我很简短的介绍给大家，当然现在呢，我就是要出外运动。大家会不会发现我为什么全身黑？我为什么全身黑？这一套黑的衣服就是我们的 Aura Series 的衣服，Basic Top 就是 Cardancy。当然了，我不止全身黑，我不止上面黑，我还下。我的裤子也黑耶，大家可能也看不到，因为全身黑的关系。OK，因为布料很好，
什么布料这么好呢？就是 Kodenshi，因为 Kodenshi 布料能刺激我们的血液循环。但我这一套服装也是穿着睡觉，刺激我血液循环啊，哦，让我的所谓的手脚麻木问题。从来没试过，没有试过啦。不过因为是有个朋友，昨天遇了一个朋友，他就突然间告诉我，我最近睡醒手脚都会麻木，就是突然间的麻麻，一下床的那麻麻，然后一站起来，哎，好像就没有了，就可能那一两秒钟。不过我觉得我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讯号，因为正常来说，你整个人放平睡觉了。你的手脚怎么会麻木呢？你都没有在操劳，都没有某个地方是紧握着手掌，然后血管不通的，不会啊。然后我们整个人是放松睡觉嘛，怎么你会有这种状况？我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讯号，就是我们的血管不通。OK，好了，今天就分享到此，再见。大家如果觉得这影片好的话，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们 BeFu 真的是很棒。OK，因为这 BeFu 呢。在1998年，我们得了那个我们的健康保健奖，哦，所以当然这个产品不好，OK，就是这个 sticker 啦，大家看到吗？有点萌哦。2018年的大马保健品来讲，我说这一个产品其实是公认的，OK，也被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Institute 江东也公认，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对心脏很棒的一种辅助品。好了，今天的分享到此。接下来我会陆陆续续会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一些我们平常身体都会遇见的一些小状况，哦，当然这些小状况也别小看它，从小状况不注意，以后就会变成大麻烦。OK，好啦，今天的分享到此，再见。